久没怎么买单。那我一点，老板可以点吗？买，老板真好。那我就去了。多少钱呢？别盯着好看，你去那个便宜点吧。哎呦我的妈！今天还在这儿呢，找你玩。行。谢谢。吃饭了没呀？没吃过吗？我也没吃过，你去我家去吧。下次吃吧。我买的棒棒糖，吃不吃？不吃不吃。姥姥不能吃甜的啊！你牙口不好了是吧？啊，对。我买了，没这个奶奶喝的。不喝不喝，姥姥就吃糖的啊！你凉快的，我走了。吃饭了，姥姥。没吃饭，吃完吃完咱俩和姥姥玩啊！姥姥再见。那你吃饭了没有？啊那个是，是这个吗？怎么卖的？小朋友，你要吧？小朋友，是你自家做的吗？是自己种的。那就可以，那你不用装起来吧？多少钱的？五块。多少钱？哎呦我的妈！给你打包了吗？太多了吧，吃不了。那也就有20个吧。好，给你打包哈，好不好？哎，不可以给我一个。好，一共多少钱的？一共40块钱的。好，我给你找钱了，这是50哈。